啊，从这些地方我们细心去观察，不难知道这个相是真妄同时存在。那我们今天只认识妄，不知道真啊，立妄放下这个妄的执着，你就见到性了。真性在哪里？真性就在相里头。像金在哪里？金在他相平完穿环里面，那就是金。你只要不着这个相，你就见到金。你执着这个相，没有金，这个地方只有他，只有相，只有平，只有完，只有穿，只有环，没有尽，这就叫着相，就不见性；立相就见到性。啊，性相永远不离开的，虚妄相里头，它性是真的。这个相，就是净宗所说的常寂光。啊，常寂光我们六根都接触不到，立相就接触到了。啊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立一切相是立虚幻之相，即一切法是一切法的真相。啊，原来真相是自性，原来全是自性变现出来。啊，所以说用这个比喻，立一切法虚妄之相，你就见到实相了。